哎，王总，今天是来喝茶的还是来挖人的呀？茶要喝，人要能带走就更好了吗？这个今天生意本来就比较淡，我的金牌茶艺师都让你挖走的，生意这个让我咋做呀？你有多少茶叶店里？店里面不多，店里大概300万斤店左右吧。那你等等，我去车里拿点东西。高总，先付200万。我啥情况？没问题，装茶放人。今天收获满满，茶叶和人我都带走了。Where are you going with all these tea? We're going to sell them.